我就一定为着客户因的诉求，我就去甲做起来。这是阮算无合法的一个所在哦。阮经营阮的事务，啊，阮今仔日希望讲，这个台而且啊未经过合法的经营下，我会当来看会当有这合法的可能。啊，当然在经营下，我认真来写到哦。啊，今仔日甲咱各位住户，大家拜托就讲，我家己都经过许多的经营台哦，我会当来经营写到。哦，啊，当然，如果若讲会当就加合法，哦，安尼我就会使继续同咱这个所在，哦，服务咱的通信的需求。啊，如果大家若是讲我遮袂当就加合法，哦，我就变拆到。啊，当然变拆到，大家若是讲需要，国家统一全国委员会来这边做相关的行政处理，这个我表示尊重，我一定会要以上报告。